辛苦大家啦，今日都要撲飛啦，喺呢個閒日星期三咧嚟到時間講結尾先好唔好？由虎公公嘅創作大佬啊，另外係咪應該要跟我叫一聲恭迎教主？請問咧，你喺戲裏面咧咁多個角色，你最中意邊個角色啊？個造型咧？哦，阿柚嘅。阿柚嘅造型。嘅造型。阿柚嘅造型最中意邊個角色？最中意邊個造型？應該係卡其外套。有啲藍色嘅，有啲綠色，即係嗰套即係嗰一幕。我同聰我追上去架車度，同阿聰講話，我想加入呢一個 mission 你啊，你俾我啦咁樣嗰個，因為我諗嗰個色通係比較似阿柚嗰種啊貼地，因為我覺得我成日覺得卡其色係一種比較善純良貼地簡單嗰種感覺咯，係我覺得嗰個 look 係。我自己最中意嘅，咁所以每次因為角色，我覺得我揀一個最中意嘅 look， 唔係我平時覺得啊呢個 look 好靚好 glamorous， 唔係用呢一個尺嚟衡量，係啊 for 呢個角色，我覺得最適合呢個角色，我就覺得個 look 係我最中意咁樣。又有 look 之下，仲好，好又嚟啦！hello， 見到你 ，hello。說服到佢唔係淨係講緊嗰個以前佢哋個 background 嘅問題喎，其實係講緊佢哋將來咁佢同佢媽咪翻到，即係佢翻到香港之後，佢同佢媽咪嘅生活會仲可唔可以繼續生存啊？咁呢樣嘢我諗阿柚好 concern 啦嗰一刻，咁所以佢選擇係能暫時放低咗先啦，我哋繼續完成個 mission， 起碼我可以。完成咗 mission 之後，我會保住到我媽咪嘅性命，我保住到我自己嘅性命，咁我先可以繼續照顧我媽咪啊嘛，咁樣嘅心態咯。咁 throughout 之後嘅 sense 咧，其實柚都有質疑啦，因為你見喺柚角嘅時候，其實柚都有同馬雲信去講一段對話啦。你見佢其實都仲係唔信嘅，咁但係因為成個 mission， 我諗佢係慢慢地化。所謂化解，所謂放下對大賊的質疑啊，或者不相信啊，對他的戒心啊。你一開始的時候咧，有問過阿紅姐啊，我會不會搬翻嚟同你住啊？咁其實我想知道點解阿柚咧開始嘅時候要搬走咧？哇！導演嚟啊！我答我話，咁其實個設定係咁樣嘅，阿左出咗事之後咧。咁其實佢阿媽就好心痛啦，當然係咪？咁佢阿媽咧就因為佢想將阿柚咧同呢個罪惡世界切割開嚟，佢唔想佢再同佢任何接觸，所以咧就叫佢出咗去住。
咁阿佑咧，其實咧佢就係中文大學咁啊，上次我講。咁所以咧，佢就喺大埔嗰度咧，就同啲同學咧就租咗間村屋嘅。咁就佢就畢咗業啦，咁佢就翻嚟就同阿媽講，所以第一句就係話：我可唔可以翻嚟住咯？唔可以啊，因為佢阿媽係唔想佢同佢有任何瓜葛，所以佢阿媽就借啲耳摸下佢下巴仔咁樣就，就叫佢咁乖啊，咁乖啊，佢幫我補翻啲冷先啦，咁樣就冇答佢嘅其實。即係阿柚其實係我諗都三番四次都好想翻嚟住啊，咁但係媽咪就唔俾佢翻嚟住啦，咁所以你先會睇到喺冷土嗰一幕啊，點解阿柚又好似借啲耳揾位入去問媽咪話啊，即係我翻嚟住啦，即係點解會咁輕鬆嘅狀態問咧？因為其實你都可以睇得出啊，佢之前其實已經問過好多次，可能佢第一次我第二次嘅時候係嚴肅啲，即係可能認真啲問，咁但係媽咪好狠地拒絕咗，咁所以佢就用可能平時用好多方法去問都唔得，咁所以佢就而家就已經係。不是放棄的狀態嚟嘅，即係純粹是啊，見到有位入就啊，又問多次啦咁樣，但係媽咪都係好似唔理佢咁樣，其實呢個觀眾問得好好，因為電影篇幅有限咧，有時有呢一兩個對白要交代好多嘅前文後理、角色嘅背景咁樣。咁但係我諗呢個觀眾都注意到呢句對白，應該係有一啲伏線喺入邊，係關於柚珠佢嘅同媽咪嘅一啲牽引嘅嘢。咁所以就即係已經。問咗出嚟啦，所以都多謝兩位嘅好真誠嘅答案。我哋影張相先好嘛？我哋一片塵心啊，一片粉紅海，冇錯。好，大家整齊係啦，有曬隊形，係啦，無抗型 Angel， 有曬隊形，有曬隊形，冇錯。好，嗱，準備就緒啦，拍片嘅同事 ，OK， 一、二、三，道業者票房直衝4000万。拜拜！